还有一双鞋你没有看到哪，然后那边的报纸也有。多少41年，1974到现在，不是41年，我第万月。嗯，是皮了，皮了。皮了，当然是皮了，它都过了41年没有用了。它只有一只，不是一双。还一双放那边这个地方。那个时代都是，都是男女都有。如果你会想要开这样的店的，三间店，那个是还一间，这里中间咖啡店也有一间。就这间是主店，然后两间分。是因为你的父亲做这行，所以你才接下去做这行。对呀、啊，我是我。在英国的手里都有这个样子的。这有你们以前是有设计师的。因为我到现在，这个生意传了几代，你爸爸做起，然后你的儿子三代。要算起来啊，好，差不多70多年。70多。这边是装修过啊，这边。这个是我以前的，不是，那后面那个喝掉。是吧、啊、我以前在里面的。哦，以前就是那边刚开始在那里啦。是他发展了，我就把他们卖，他的原主屋主就收回啊，卖掉了，我们就搬过来这里。1950年在那边，我做小孩子都是那像，就是以前很辛苦的，开始的时候就很辛苦。是啊，他们从过来到这里。你们是从中国过来？不是，我父亲就是中国，11岁就跑出来，上海、香港、香港、新加坡、吉隆坡，来到槟城，落地生根。那以前是做啊，就做了，然后卖了。是以前啊，以前我有订些什么鞋，我都有啊，那个是要订，刚才你看那高高的是要订的，没有订没有的。就是帮人家要跳舞 disco 啊，跳舞的就是。这些啊，这个就是跳拉丁 and ballroom。嗯，所以现在没有定做了啦。有。像安哥，你还有做、啊、还是你？我在做工人。工人做、啊。我都75岁了。那些买鞋的人呢、啊？买鞋的人通常都是华人啊。对，通常华人啊。现在有一点呢、啊，马来人也有了，也见闪亮。这是我弟弟的导播，他会剪样嘛，好像一个是背电脑，你要做像那样，那就剪出来，剪样啊，那是会剪的，就是我父亲教出来的。我是做底，那个底我做的。啊，这上面的鞋是也是以前的哈。啊，这个是没有这么久了，这双最最久，这个比了30多年吧，那边那个才最最久了。以前的鞋都高高。哎呀，这个不能穿的，这个你坐车啊，他油啊不能啊，等一下撞死人啊。以前都是做这种鞋啦。时代那个时代才有的，70多年80年里面。以前跟现在有什么不同？以前做生意跟没有 GST 啊，没有。以前跟这里啊，现在啊。跟不同的不大好做，现在没有多年了，我的顾客、啊，哎呀，真的一直没有讲过多的，现在要今年置业啊，那个 GST 啊，现在我做生意也没有，我不要拿人6分钱，麻烦了，你拿了是不是要请一个人来做2000块，请人工，就是嘛。不必要拿嘛、啊、你哪一三间店里面哪一间店生意比较好，还是差不多？差不多啦，但没有个人做生意，有个人的个顾客嘛。你们有讲像这间是特别卖这种鞋，那间特别卖这种鞋，对，其实差不多啦，对、嗯、像一间是你侄儿管，一间你管，然后一间我就跟我弟弟来这里管，然后一间是他刚才那个老婆一间，然后那个是他的侄儿的，他我的侄儿呢，他的儿子吗？闪亮，刚刚那个咯，就是，
闪亮、啊，他只是不是用新生，一个是闪亮，两个新生，两个新生，所以一开始是就是叫新生啊，叫新生啊。哦，这样你看我的我自己做的我都有放我的名字，谢地利新生。安哥，你的这个新生这个英文名是怎样来的？啊啊，是我们拿，是我以前那是我弟弟拿的，拿看到这个名啊，就好很好了，拿这个名字给放的。是弟弟呢？这样，是弟弟。华文的是你爸爸取的啦。啊，就我华语就新生，什么有意思的？他是说什么都新生，新的。哦、啊，意思呢？那老人家那以前是这样讲的。他新的开始，新的东西，新生。